啊，你不要去问出家人清净不清净，因为与你没有关系。你一看到他，就要想到我要学他，学他的清净，学他的一尘不染，他染不染与我不相干，那他的事情。我看到这个样子，提醒我，我要一尘不染，眼见色不染于色，耳闻声不染于声。啊，色身可以欣赏，不可以占有，不可以控制，就不然。啊，我想占有它，你被染住了；我想控制它，我想支配它，你全部被染污了，你就造业了。这个造业了，就是制造六道轮回。我们本来没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自己制造的。你制造的是善业，善业什么？利益众生的，不是自利的。生三善道，你造的是恶业，恶业完全是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那么你就是造的三恶道。所以你有占有的念头，有控制的念头，有支配的念头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都叫严重的染污。